想要拥有更高的生活品质，同时兼顾优秀的教育资源，价格最好在300万以内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洛杉矶地产经纪人 Will。今天呢，给你带来一栋最新的独家代理房源，3223 Gardenia Lane。这套豪华别墅位于风景迷人的尤巴林达市，由豪宅建商 Two Brothers 打造。这里的房子依山而建，每一栋都有它独特的风格和美丽的景观。不论是房屋的功能性、室内设计和教育资源，还有周边配套，当然还有最高的性价比，这栋房子符合你所有的需求。话不多说， Let's check it out。这个房子呢，有5房5.5卫，外加2楼的书房和1楼的多功能空间，室内面积约5200尺，总占地超过16000尺。双开门的高挑设计，豪宅标配，拥有4个室内停车位。如果你也喜欢玩车，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车库。一进门，你就可以看到 Two Brothers 最经典的双层环抱楼梯设计，足足2层楼的挑高，有20尺，满满的欧式风格映入眼帘。这一刻，你心动了吗？穿过门厅，我们来到了可以容纳10个人同时用餐的正餐厅。从天花板上的吊顶到墙板上的装饰，全部由实木手工雕刻打造，每一处的细节体现了屋主的用心。会客厅与正餐厅相邻，欧式壁炉温馨典雅，这里的每一处墙面都经过特殊的处理，细节满满。和宾客坐在这里相谈，让人感受到高贵典雅的同时，又可以那么的轻松愉悦。会客厅的隔壁是一个多功能空间，你可以把它改造成瑜伽室、健身房、学习室或者是钢琴房，任由你发挥。超大的家庭厅，在摆下全套家具之余，还有额外的空间可以放下一张台球桌，休闲娱乐，享受快乐的家庭时光。墙上的高级壁纸、大理石壁炉，加上定制的实木橱柜和罗马柱，让你拥有贵族般的居住体验。一个豪宅怎能没有一个气派的厨房？超大的中岛一定要有，当然也不能少了嵌入式冰箱、高级炉灶、强力抽油烟机和双烤箱，橱柜一定要多，方便收纳各种东西。一楼的独立套房使用了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的壁纸，把一个普通的房间一下子拉升了好几个档次。超过16000尺的总占地，这才是一个豪宅该有的院子。篮球场、儿童娱乐区、泳池、温水池、户外烧烤，还有凉亭，当然还少不了美景。你能想象到的一切，这个院子都能满足你。来到了2楼，这里配备了总裁的办公室，高级定制的双开门和实木橱柜。工作累了，看看山下的风景，这就是年入100万的感觉。主卧的空间可以用巨大来形容，除了睡觉，还有额外的休息区域。高级定制的实木橱柜，加上
嵌入式的壁炉，把欧式风格进行到底。来到主卫，这里不仅有两个步入式衣帽间，还有贴心的双坐便设计，浴缸、淋浴房干湿分离，双洗手台还巧妙地结合了化妆台的设计，定制的欧式实木橱柜和门框，让你感觉置身于浪漫之都。打开落地窗，步入阳台，坐览夕阳西下，夜观万家灯火。这栋房子位于美丽富饶的尤伯林达，也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故乡，地址3223 Gardenia Lane， 5房5.5卫，室内面积约5200尺，总占地超过16000尺，挂牌价289万。我是你的洛杉矶地产经纪人 Will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